交叉型概念，这是高度规。高度规，我们的这里有一个零，这个小尺，小尺，这个叫油尺，这个不会动，叫足尺，这叫油尺，它有一个零，这个零就是在对你的足尺的位置，就是刻度，你的长度的大小，所以这个就是就 mm 啊，我们一格它这边有写，一格是0.02 mm， 我们就俗称两条，所以你一格就是两条，所以我们就这样2468。这样上来，好，所以像我们今天，我如果零，我这个油尺到这个零的时候，就代表我们是10 millimeter， 然后再就20。